请观赏《英雄世家》。洪哥，老魏来。先生，哦，我这位在南部，看到报纸才知讲哦，蔡成洲去用哦谋杀啦，所以哦，我赶快紧要等甲你讲的。是啊，我也是从报纸上看到的。是讲哦，咱山坡底合作的代志是变解决。先摆着，免得警方把我们扯进来。这嘛小利啦，咱拢有暗地人呢，小撇一条是好啦。是讲迄个蔡成洲迄个高金兵嘛？你放心，你明天来拿，我会把你的部分退给你。至于蔡成洲的部分，我们就对半分。啊对，啊那吴文斌的高金呢？吴文斌的女儿吴淑慧涉案，说不定吴文斌也是另外一个涉案人，他绝对不敢来找我们的。道理啦，是讲哦，咱嘛需要提防这个吴文斌啊，一斤十万啊，一定要提咱这条高金的钱。大伯，何勇啊，想袂到讲你来反背着天发大个喏。先生，这廖伯仔囝哪会伫遮嘞？何勇啊，你是天发大身躯边个廖伯仔嘞？你烦恼我倒遮毋倒遮啥？甲你啥个时代啦？你安怎？大伯，我警告你，你不准说他是廖伯仔。先生，这是为虾米啦？你不要管为什么，先生。大伯曾经陷害过我。哦，怎么陷害你？笑死人啊！花王啊，这个人啊，那个小贪地的人啊，才叫用仙人跳。你怪我，一怪怪我看。你安怎？仙人跳，小事一桩嘛，何必吵成这个样子呢？先生，是安尼啦。以前我甲你过时阵啊，仙人跳这款钱啊，我就加减赚。今嘛嘞，我已经赚。哪讲仙人跳这款钱啊？我不看不在眼内，啊，若要赚到赚大条的啦，陈老，你讲对不对？对，很对。你不应该看到谢火旺在我这里，你更不应该说他是廖北啊，因为他是我爸爸。你老北，你知道太多，你说的话也太多了。经理，那杀人不见血是吧？我早就立下一个原则，凡是挡到我的人都要靠边站，躺着靠边站。你来找我有什么事？是天发大，爱我来探听喜族呢。哦，
林天发要帮助吴淑慧跟吴文斌偷渡，你哪知呀？人性的弱点我太了解了。至于人性的高尚面吗？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。林有义不会让吴淑慧被抓，所以他只好先送吴文斌跟吴淑慧先走。你意思，你也希望小慧跟吴文斌偷渡？当然不愿意了。不过我的目标现在是林有义老婆陈丽雪。 所以吴文斌跟吴淑慧偷渡，正合我意。显好嘛，你算不是一个好查某啊！我也不是什么好男人呐。好女人不会喜欢我，我也不欣赏好女人。像丽雪这种又狠又坏的女人，不正合我的胃口吗？你没有事的话，你可以先走了。怎么？不喜欢我用支配的口气跟你讲话？ 你不要忘了，刚刚朵儿被侮辱你，我帮你把他杀了。这不是完全为了我，可是你也不能否认，如果你不进来的话，我不会提早把他干掉。当然了，我迟早把朵儿被干掉的，待会儿我会叫人把他尸首给埋了。钱涛，你的心里百分之百变态啊！爸爸，你别忘了，我们两个共同背负两条人命，你会越来越欲罢不能。 越来越……阿布啊，明天要送去衡阳路几家店的茶叶准备好了吗？买个毛罐花用这个料理包，应该准备好啊。阿布啊。 最近恢复出神情不大对劲，难道你没有发现吗？有啊，我嘛感觉怪怪，嘛不知什么代志。那他这样子会不会误了工作呀？啊，但每一件加减拢有心思的啊，你家代志做好就好啊，鸡卵羹啊，费用这个无代志啊。阿姆哥，阿爸，阿姐爸啦，你本议员你娘个，不如就去到恁家。啊，恁娘讲了安怎？ 啊，讲了安怎？少爷那无出面啦，代志袂当清楚啦。啊，今我也真保密啦，是讲不过啊，迄阵。诶，王叔。哎。阿勇啊，阿你食饱未？食饱啦。阿勇啊，遐渔村的代志安怎？有是有啦，有继续较悬啦。继续悬袂要紧，有就好啦。好。听落来。 哎，拄仔讲我一半，你无继续我讲。不过安怎？不过啊，听讲警方有掌握着两条重要线索，因是讲蔡成洲身躯迄两个刀伤啊，腹肚迄刀毋是致命伤，心脏迄刀才是致命伤。而且吼，心脏迄刀甲腹肚迄刀，无管是刀法啦、用力拢无共款，凶手吼一定是有职业伤势的人。 而且，也阁毋是干那一个查甫的。阿爸，那会不会是淑慧的爸爸？啊，王文斌哦。对呀、啊，听说淑慧的父亲在日据时代当过巡查，那巡查当然有职业常识。哎，安那呢哦，淑慧都毋是凶手啊嘛。卖点咩乌白油啦！所以想讲，警方到有这款线索讲凶手啊。 哪敢那是这个大伯，还是要包装拢无假？凶手，两个男的，那另外一个是谁？梁本轩吗？啊呸！什么梁本轩？他怎么会是凶手嘞？阿布啊，就算梁本轩不是凶手，你也不用一直呸的。好像我这句话不但侮辱梁本轩，而且对他还很大不敬似的。 是啊，梁本轩是要送我弟弟，但是这不代表他很伟大。我们年轻人最讨厌英雄崇拜的嘛。梁本轩还是梁本轩，那我只是我，我只是喜欢推理，又不是我代表说我已经宣布梁本轩他就是凶手。我向大家，好了好了，你推理够了啦，哦，我跟你讲，以后对梁本轩较尊重的啦。为什么？嗯，什么为什么？啊，尊重那这本来就应该的呀、啊。搁再讲，梁本轩这个人很了不起哦。
那就奇怪了，很了不起的人应该不是一个咕咕摸摸的人呢、啊。你们不觉得梁美君她很咕咕摸吗？当前攻击来了，你把门打住了。好嘛，回房间就回房间嘛，何必为一个梁美君对我大声吼呢？从小你们大人都这样，只要你们一不高兴就躲下来躲下去。那现在我也是大人了，还那么大声吼我做什么呢？刘神啊，你哪要给你搬去就去啦，阿麦他妈碎碎念碎碎念，刚才你哪讲嘞？你阿公是老大人，你敢老大人是？啊，谁决定敢丢？阿公每次一路嘀嘀咕咕，你们都可以装作没听见。那么我就这么一次嘀嘀咕咕，难道你们也不能装作没有听见吗？但是呢，哦，气人呀！讲一句咬伊十外句。但咱以前少年嘛是安尼，大人讲咱嘛是加减会应啦。啊，若想讲大人未了解咱，啊，同款啦。姚贤已经超过20岁啊啦。二十岁，敢若二十岁咧，还阁咧读书啦，也无做兵啦，也无社会经验啦，大家看下拢欠电迄款型。若讲坦白，咱有钱哦，袂歹啊，好笑哦，我跟你讲。哎呦，快用啊！你是不是把我惊死呢？那是安怎啦？无啦。哎，快用啊！遐毋是我刚刚阮看你怪怪，连有钱哦，感觉你安尼哦，真侪心思安尼咧。哎呀，为什么代志要甲我讲？我会甲你解决啦，啊？是无代志，我入来食饭。嗯，当黑王入来时阵，我才问讲，啊，你食饱未？伊后讲伊食饱。啊，你问看我有啥物代志？伊先讲话就讲要叫你食饭，安那安尼？这个黑王啊，确实有问题的哦。那安尼你也给斗三工哦？嗯，黑王对我30多年啦，一定有啥物理由。才唔肯甲我讲伊个代志。啊，这几年来吼，我唔捌看过花王安尼油头革面安尼啦。想你，所以跑这里来等你。哎呀，你快走啊！这样好了，打电话给我，不管你高不高兴，都打电话给我。好了，你快走啊！嗯，下官。李外。回来啊！金胖啊！阿爸、阿母。嗯，等下。阿雷婶，爱吃饭未？爱未啊？小文呢？该拿走你房间睡了。哦。嗯，尤毅在办公室吗？哦，出去还没回来。哦，那我进去吃晚饭了。嗯。哦。哎，秋啊，阿强是安怎？啊，我无回来吃，规天啊拢无回来吃。哦。啊，今仔日敢是15月牛姨呢？不是啊，哪是？我听人讲吼，过年的时阵吼，人较会掠狂，啊无恁规阵人来安尼。啊，今日治粮食变做一个专家，专门咧研究过年掠狂的代志啊。哎呀，啊，但我哪会是专家？你唔才是专家，你是泡茶的专家。哎呦，泡到这茶，敢会吃哩呢？将来我们有缘，我再娶你，我希望我有我们自己的小孩。想你，所以跑这里来等你。哎呀，你快走啊！这样好了，打电话给我，不管你高不高兴，都打电话给我。好了，你快走啊！是在有意背叛我之前，我先背叛你。
该回去了。我们单独相处，对丽雪已经是很不公平了。我们又没有做什么。有感情，总比做了什么还伤丽雪。做了什么，不见得有感情啊。感情吗？比做什么都来得甜蜜。你得寸进尺的毛病还没改。你就是被我这个毛病深深的吸引，不是吗？回去了，你不能老是当个有外遇的丈夫啊。原来你是在跟我算总账。年底到了，你是该被算总账的。淑慧，面对你，我再也不敢有外遇了。将来我们老了，我们如果有缘，我怎么再娶你呢？我的婚姻信用已经破产一次，我不能让他再破产第二次。对呀，不然我又害怕你是个有外遇劣根性的男人。有意义，会不会我们离婚反而使我们的感情加速放大？也许有一点吧。人家说小别胜新婚，我们是大别，方知刻骨铭心。可是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的爱过对方。你对我的爱恐惧吗？不是恐惧，怎么说呢，对美好的事物常常会有一种无常的感觉。记得我上大一国学概论的时候，教我们的那位王教授，他曾经引《金刚经》的一段话说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虽然我不大懂那句话的真正意义，不过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感触。回去吧，免得丽雪担心。好，我这就回去。有意义。请你温柔地对待丽雪，当你的太太真的是很辛苦。喂，喂，我丽雪，真高兴你打电话来，你人在哪？我现在去接你。我不行啊，不行。丽雪，喂，丽雪打电话来，会紧张成这个样子，可见她深爱着友谊。不行，我要尽快缩短这紧张的游戏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丽雪。就像我爱友谊那样的爱我吗？被江千峰偷偷的爱着，总比被友谊公然的不在乎来的幸福吧。
天华啦，我看明后日哦，半点时间来找迄梁炳生嘞。礼貌上吼，咱应该来找一转。唔是礼貌上啦，哎呦，恁咧查甫人讲奇怪，人咧讲啥，啊，你也袂晓问我后壁是要讲啥物。啊，到底是咧讲啥物，我来听无。啊，阮查甫人咧做代事是有分紧急快慢，无像恁查某人啊，规工吼拢在么厝内面，外口的代志唔捌啦。啊，若有一项代志哦，恁知影，啊，就安尼哩变哩擦，干那哩擦擦的。啊，代志敢免倒倒踩落去吵呢？我是譬如讲啦，譬如讲恁查某人就是敢那个时阵啦。好，井底之蛙啦吼。好，井底之蛙是你敢讲哦，我无讲哦。你知影，阮查甫人一天爱办偌济代志啦。啊，阮就要分讲紧急的、要紧的先办，啊，较无要紧的较看看来。即摆目前上要紧的。就消费的代志比梁本身的代志较要紧啦，你捌无？啊，我是跟他讲哦，有闲才半时间来去找梁本身尔。我是想要问讲吼，伊是安怎唔敢出来认我姚先生因后生？我是爱甲伊问一下尔，啊，伊就不耐烦哦。我哪有不耐烦啦？我敢好大家不耐烦，是你的心。你对啦，你对，你较敖啦，我也唔对啦。你人对，你人对，你人对。你去死啦！啊，嘴甲这个嘴还老怪啦。我煞毋知你是讲我对吼，心内咧讲我毋对，对唔对？哼。这边来你叫对，吼、哦，你上了解哇，搞搞。哼。等等，阿娘咧想你，三八下，那咧想你只啦。你该讲笑，你还想？我哪有生气啦？咩困啊？讲话啦！我阿母，哎呦，玉贤呐，迄后摆你若大汉吼，若要娶某的时阵哦，头壳就爱较巧，唔通像恁老爸安尼，敢那呆头鹅嘞。阿爸是呆头鹅，嗯，那他是公鹅，那你不就变母鹅了吗？是呐，你这你嘛是呆头鹅啦，哼。阿爸，你到底是哪里得罪阿母了啦？我要来知，啊，我若知，伊就袂甲我骂呆头鹅了嘛。大哥没回来？还没来嘛。那这样子吧，阿爸，我来等大哥，那你赶快回房间去向阿母撒娇道歉，要不然阿母一火大后，我们全家都要遭殃的。免啦，免啦，免烦恼啦。这阿阿母吼，有当时啊，小可得罪过一个冤家一个，感情才会好。谁说的？你唔捌啊！这个婚姻吼，唔是干来看阿祖啦，我阿祖会较足美满、足好个安尼。其实吼，阿阿母到底三不五时啊，小可弯一小可，安尼安尼变变一下吼。安那无操像你说话，那叫我很难，叫我很难，得一条东西啊。友谊啊，甲社会啊，就是唔捌空空啦，才发生今仔日这款代志，知无？我。话也不能够这么说啊！啊，你唔办啦，你也袂娶我，你你就知啦。他怎么跟丽雪说啊？我没有办法对他实话实说，已经说赎回回日本了。那你就只好跟丽雪打混账了。走。大哥，晚安了。晚安。你们两个也不向我道声晚安吗？大嫂。抱歉，回来这么晚了，有点事耽搁了。什么事啊？一点小事。小事就没有关系，我还以为你出了车祸，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紧张的睡不着觉。抱歉，我应该早点打电话回来的。没有关系，我进去烧一壶热水，让你好好洗个澡，你也累了。
大嫂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她变得好温柔，好事大体。是，连我也被她温柔吓了一跳。啊，也许是她开窍了，反正有丈夫总比没丈夫好嘛，是吧？我才不会笨到让你猜透我心里在想什么。在忙啊，辛苦了。那这样，老板娘，你们茶叶怎么卖？你走，你不能来这里啊。我随时都在家等你。太勇得了。王叔，王叔，啊。工厂打电话来，茶叶包的盒子送去了没有啊？丢了，那两边上去啊。哦，你好。你好，丽雪，小文长大那个鞋子都不能穿了。哦，好，等一下我去买。怎么了？哦，可能是天气凉了，我有点冷。那请你加件衣服吧。王叔，打招呼一下客人了。好。我的脚蛋，你们家又眼睛出来。我就是笃定他认不出我，我才跟他打招呼的。这脚够好大。友谊今天没把我认出来，有一天他会后悔莫及的。那我改天再来买茶好了，再见。哎呦啊！我看你昨晚来吃凉粉先，以前那家的老好。好，我等你来办。阿爸、阿母，有意要出去给小文买新的鞋子。啊。哦，小文大足紧的哦，衫嘛拢未穿，先买几件衫回来。好，好了。王叔，我们要改用渔船运货。不是啦，没有消费价，因阿爸坐的啦。王叔。那我出去给小文买东西了。请跟我来。请进。丽雪，电脑出事，哎，奇怪呢，啊，那无写地址，也无写电话啦。这梁本先哦，一定听到风声才去避起来。安官有无讲过啊？伊这个人怪怪的。嗯，但伊即卖是凶杀人的证人呢，伊要避去倒位，一定爱甲警方联络啦。哎，啊，等下友谊即卖就无代志啊，伊才无咧插警方啊咧。嗯，是啊。啊，像这个梁本先，咱避来避去是咧避怎样？亏心事做了伤多啦，良心不安啦。你无咧讲伊，什么伊后摆吼死了吼上不了天堂。
这梁本先刚吃遐开心事，做遐多，做到死过味，死过长。嗯，所以做人啊，唔通做开心事啦。行啦，转来。丽雪，我真的很爱你。你对多少女孩子说过这句话？从今天以后。江只会对你一个人说，其他女孩子已经靠边站了。丽雪，我爱你，你不爱我，就好像你爱着友谊，而友谊却不爱你。我们同病相怜，说得更明白一点，我们是一丘之貉。说的再刺激一点，我们是很美很帅的一对豺狼虎豹。你不觉得你把你自己说得很有心吗？不过你不觉得是绝配吗？我还要赶着去帮我儿子买衣服跟鞋子。别忘了，就算是豺狼虎豹也有母性的光辉。爸睡了吗？一昨暗规暗拢无困，伊伫万叹家己，拄只差边叫我困去，那就好。姑姑，嗯，我不想去日本。是安怎嘞？我会看着爸安全离开台湾，我不会抛下爸的。只希望爸到了日本，姑姑能够照顾他。我看你俩爸从细汉到你这大汉。我童年来照顾你阿爸，这点你做得放心啦。嗯，姑姑，嗯，你今天是几点的班机要离开台湾？下晡五点外，我先登去日本。到时阵你甲你阿爸就离开台湾，迄天花兄会甲我讲你的情形，我会等日本遐等你。姑姑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去日本，只有爸爸一个人去。小慧，你到底是安怎嘞？你要代替你阿爸去吃罪？那天你阿爸去投案，我看不是哈。你是不是为着友谊嘞？不是，你在讲白贼。小慧，你家己心内有数。你今日卡输，若代替你阿爸去吃罪，去投案，根本伊无迄个证据，所以袂用甲你关起来。你今日要去日本，你完全为着友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小慧啊。你无感觉你安做就唔得嘞？我也不愿意啊。本来以为我跟友谊离了婚，就从此恩断义绝，哪里知道我却怀孕，以为怀了孕跟友谊又可以破镜重圆，哪里知道我却流产。因为流了产，孩子没有，我跟友谊就从此覆水难收。又哪里知道，这个命案牢牢地把我们绑在一起。小慧啊，要不过你跟友谊已经离婚了，人伊即摆嘛出来内算了，反倒等下你变成两个人中间的破坏者，你知影不？我不会成为他们婚姻的破坏者。我不会去找友谊，我也不会让友谊找到我。我只要留在台湾，我就心满意足，因为我呼吸的空气是跟友谊一样的空气，我喝的水也是跟友谊一样的水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听到看到的报纸电视也都是跟友谊一样。是啦是啦，拢甲友谊一样啦。你有想过无？台湾有遮侪人，逐天过的生活拢甲我同款，为什么我想的甲伊无同款，感受的嘛无我同款呢？因为你跟这么一堆人之间没有爱，
跟友谊之间有爱。小慧，你为了爱，才会离魔，你知影不？爱不会使人走火入魔，爱只会使人快乐。小慧，你给我爱吧，试试，这就是找回你魔。姑姑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总之我要留在台湾。说不定将来七老八十的时候，我跟友谊又可以重逢，我们就有说不完的同样话题。小慧，我拜托你，你较清醒一点，你想看卖啊？台湾有这多人，有个人结婚几啊十年，大家拢生活斗阵，伊所讲话嘛拢无共款。啊，反倒等有个人呢，遐老翁老婆煞愈变愈无话讲呢。姑姑，我不够老，我也不会，而且我不想回答你的话题。这个友谊哦，我叫伊把你寄去日本。煞愈甲你愈嫁愈当伊的身躯边，那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爱。什么爱？小姨，我甲你讲哦，友谊人即摆是有某的人，就算讲恁两个中间有爱，迄嘛是无完全。再讲一句哦，恁的爱哦是无正常的爱。武将，我叫你半天你没有听到，拍你一下吓成这个样子。我，什么事困扰你啊？友谊，假使你有一个朋友吼，心情不正常，你会安怎处理？精神不正常，那看医生不能开玩笑的。不是啦，伊不是精神不正常啦，伊是心理不正常啦。心理不正常就是精神不正常的一种，严重的话会变成神经病的。如果不严重的话，那就要看他造成心理不正常的原因是什么。最重要的呢，要给他爱心跟耐心，慢慢的开导他，还是要看心理医生比较好。嗯，我来给他注意啊。应该带先他们看心理医生。一定想害我，也毋过，是侬心理无正常，是我害的。我应该找点时间，好好啊，找伊讲一下。好险呢，还好没有人在。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呢？啊，我以为后门没有关好，小偷跟着跑进来了。哎，你不去买小文的鞋子跟他衣服吗？哦，我一直没有看到合适的，所以我想明天再到西门町去找找看。也好，你帮你自己买一些你喜欢的衣服。哎，小文呢？在他阿昼的房间看布袋戏呢。小文真幸福，有这么棒的阿昼，全台湾就没有一个小孩像他这么有福气的。说的也是，你自己要多休息。谢谢。阿母，你怎么又提着李月回来呢？啊，讲迄梁本生哦，真是怪人哦，要躲起来，好阮找无人啦。也已经面店啊，即马要卖啊，大红大出来啊。
你们今天没有事吧？眼睛是没大事啦，小囡仔歹讲。安娜，你有大事啊？昨天晚上我太晚回来了，你明大早就出去了，所以我没有机会跟你们说。小雅出大事啊？不是，是这个样子的。苏哥他爸亲口跟我说，凶手出逃。 偷情这两个字是不会写在脸上的。为了报复友谊，一次外遇就够了，不能再有第二次。事情经过就是这个样子。人咧讲啊，悲剧人物，悲剧人物，就是吴文斌这款人。一个人的一生吼，到尾伊人生变成悲剧吼，我感觉伊的个性吼。 占百分之八十，迄吴文斌吼，这个人想过阴天啦。啊，佮怎啊乌白想的啊？啊，即摆想想袂开的时阵吼，家己也足压榨的，啊，别人嘛替伊艰苦啊。是啊，我看吼，吴文斌先甲送去日本，啊，秀慧也甲办的袂要紧。嗯，秀慧嘛爱送去啦，你甲秀慧留落来，等幼儿啊秀慧就只剩落完啊啦。好啊，哎呦，我也是足惜秀慧啊。 不过我嘛爱听这个连续啦，对？你啦，小辉啊连续，三个人夹斗阵哦，迄电话线相拍电哦，三个人出代志啦。我不同意你的看法。不同意哦，你若等到阿母见年会，你就同意啊啦。人讲吼，这个正头花吼，佫叫做婚姻啦。啊，若这骗的头花叫做桃花劫啦。啊，若你三十岁以前的，迄拢是桃花劫啦，阿母该算过命啦。我不相信算命，有意啊。 算命的是唔是拢袂要紧啦，但是你若要甲淑慧啊留去台湾，你去问丽雪，她肯无？那有可能？丽雪那有可能肯咧？对，所以你爱乖乖啊，互淑慧啊去日本。哎，天海啦，嗯，啊你敢毋是讲这个文娇啊讲买阿妈要坐飞机登去日本了？对啊，咱嘛爱来机场甲送一个。 放心，第一啊，咱就要笑一下。好，安尼咱紧嘞，来甲吴文斌甲秀慧讲一下。好，我要去。你踮咧顾店，你至少让我秀一下淑慧嘛。来啊来啊来，感情这是规世人定不了，你知影？你少年那个坎坎呢？ 感情这是规世人定不了，你知道吗？恁少年那是坎坎呢。记住，要好好的做一个贤妻良母，要跟江前锋断绝来往，要用宽容的心对待自己的丈夫。 这些衣服，江先锋碰过，肮脏，我要马上拿去洗干净。友谊没在楼顶了。哦，那友谊去工厂了吗？不是的，伊甲伊妈爸爸妈妈去山顶了。哦，是去看淑慧啊？伊要送淑慧甲吴文斌去日本了。 决定要做一个贤妻良母，你为什么要一再的欺骗我？跑去跟淑慧约会，你为什么要一再的把我推向绝境呢？好心疼，林家剩下小文、杨小文、儿
我们林家全联合起来欺骗我，这简直是太侮辱我了吧！有仙今天去学校上课，阿爸、阿布还有友谊都到山上茶园去了，小文又在阿光的房间里。 警察局吗？我要报案。一旦被警方抓到，有人一定会查出来是我告的密。 也许你认为已完全拥有我，若玩家灯火中，我去最寂寞。究竟为什么说爱我又放逐我，在不安之中，太多不留，不再热络，往日温柔，如果了时。